鸡排、车轮饼，台湾的夜市小吃您还想得到哪些呢？现在台湾夜市也多了不少创意美食，像是口感 Q 弹的格子 Q， 或是造型特殊的熊手包。观光局举办票选活动，要从50项结合经典与创意的夜市美食中选出前10名。一大片的鸡排，满满馅料的车轮饼，还有卤味，这些是台湾夜市小吃经典中的经典。另一桌的料理您可能就没看过了，经过烧烤加上奶油调味的干贝烧，造型可爱的熊手包，还有口感 Q 弹的格子 Q， 这些可都是台湾创新夜市小吃。像这种用台湾的食材去想象新的夜市小吃，其实这个都是台湾的一些文创。之前 CNN 曾推荐过的经典夜市小吃，加上获得民众青睐的创意小吃，一共50项美食，观光局举办网络票选活动，要民众一起参与选出10大夜市美食。那选出人气王美食大概有10项，那我们可以推上国际舞台，也就是让一些观光饭店也可以重新包装我们好吃的美食。有74%的外籍观光客来台湾会去逛夜市。透过票选活动，观光局希望进一步行销台湾的夜市小吃，让更多外国游客体验台湾的庶民文化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伟、张云婷，台湾台北报道。